你想怎么比？打飞机。机器是公司的，应该先提供给更需要的人。哎呀，李总，不是我们不愿意让，是我们组也需要这个服务器呀。李总，别跟他们扯了，我们直接去找江总。哎呦，有些人啊，只会打小报告。不是，你说谁打小报告呢？说谁呢你？你吵什么呀？说你呢？怎么了？你们想干嘛？刚才也说你盯着，就会打小报告怎么样？天使想动手啊？还就是给我打死你了吗？不是他不讲道理，你知道吧？你怎么也不管一管？别吵了！你们嚷什么？你们嚷什么？你喊！谁嚷什么？谁不讲道理了？服务器本来就是，是不是这样？吵架解决不了问题，既然大家都不肯相让，不如比赛吧。想打架？行，奉陪到底。对，程序员之间从来不靠武力解决问题，要 battle， 用键盘。无论比什么，我们组实力绝对碾压你们。就是，那要比比才知道。李总，你同意这个提议吗？你想怎么比？打飞机。好，各位，时间到了啊！时间到了，请你们的手离开键盘。既然两位的代码都已经完成了，那么就请将你们各自的飞机模型放到宇宙射击空间当中去。限时五分钟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行啊。他输了。啊，一成，江总，那个这还没到最后一刻呢，小鹿不一定会输的。对啊，事实胜于雄辩，别死鸭子嘴硬了。是，你这说话真不中听。我是说你们输了。不是，江总，您说错了吧？我们李总的血量和击落飞机的数量都是领先的位置。这对啊，但是他的机器人太过于灵活。不是，灵活不好吗？任何一个 AI 在设计策略的时候都不能只考虑自己，要考虑周围的人与环境，而游戏中的敌人也会去分辨对手的强弱，也就是说，当对手越强的时候，他们越会害怕，甚至会躲避，去寻找弱小的对手。而这场游戏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自保，而是为了在五分钟内击杀更多的敌人。故意受伤降低血量，以示弱赢得敌机的靠近，从而达到更多的击杀量。哎呦，宁愿死都在所不惜，小鹿这脑子转得可以啊。厉害啊，那不是死定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哎，39-35，哎呦，赢了赢了赢了。哎呦，我都出汗了，你看这。我也是，太紧张了。赢了赢了，真棒。